现在我们要去的就是球场，哇，这个是这个应该是最神圣的地方 ，Hall of Fame 来了咯。其实你们两个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嘛。3, 2, 1。还是不可以耶，我们的 timing。哎，我那里看是准的哦。我是啊，我就 OK 了。导演，你看准还是不准？导演准了。OK，OK，OK， 今天的网速不错。哎，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兴奋，因为今天的你的家真可爱呢，是特别版哦。今天呢，我们要去这个地方，这个他们的家真是很大很大，我们跟人开过那么多，都没有一家像他们这样大的。对了，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 Tokyo Olympic 的两位神啊。我们是去掀开整个羽种哦。哇哦，对，羽种我相信导演是最想去看的啦。喜欢羽球的朋友应该也想知道这种羽球员哦，他们的这个 training ground 是长什么样子啊，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啊等等啊。所以今天是为导演而做的。哎呦，哇，老又是我。导演，来来，他们还没有进来之前，这有什么东西你很想要知道的？没有，我觉得什么鬼都想看。我可是现在重点，他们是在羽种了，对吧？这么快就回来了。是，他们奥林匹克回来了，过后是他们差不多就是立刻站在里面了，因为他们要 prepare。哇 ，Hello， 感觉到他很少用这个，他是不是看不到我们哦？喂，去啊，喂，等一下。对，这个东西啊，等着，我不是很会弄哎。没关系，这个太不了。OK 吗？要讲打痕哦，要讲打痕哦。OK。OK。今天我们要真的要谢谢两位呢，愿意接受我们这访问呢。这个算是你们的第二个家吧？算是了一个新的宿舍啦。之前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宿舍的，但是来刚搬来这边，应该是4年。嗯，四年三四年这样子啦，不久啦。但是我说到风，你们两个是不是一起睡的啦？不是，听说是跟另外一个人睡的。这么有兴趣懂他们跟谁睡吗？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默契是一定是培养的。怎样培养？如果你不是同一间房呢？没有比赛的话，一定是一间房啊。所以哦，其实你们两个讲真啊，你们算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嘛。不一定啦，不一定啦。我们两个人是在挑拨离间。挑拨离间。我想问一下，国家队里面是有多少个球员？哦，应该有百多个啊！哇，那么多个！没有，因为从如果是讲从13岁到我们现在的话，应该有百多个啊。所以13岁是最早可以被拉进来的。对。所以你们两个是从13岁就开始进来了的吗？我不是，唯一是。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在 MSSM 那些啊，那种比赛全国赛啊，对，他会去 scout， 然后他会选6个或者7个最好的。然后到年尾12岁年尾的时候，他会发一个那个 letter 给你，就是讲你被选入国家的队这样子哦。哎，我看你们过去 achievement 哦，你们拿了很多银牌哎。明白吗？就是这是二奶命吗？还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哎，其实要突破这个东西啊？一开始有这样觉得，也是我们两个有讲过，终于是拿第二的，没拿过第一。然后那时有在突破啦，有在那个SEA Games 就拿金牌就突破啦。可是在这种国际赛的时候还没有，暂时还没有拿到。对，所以其实到头来最后拿到了就是奥运的铜牌的时候，其实那个 moment 我先讲我的感受啊，我觉得它意义很大，是因为我们第一个奖牌。哇，我跟你讲，开心到！可是你们自己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那时候哇，是很开心，不容易啦，就是这条路。那个感觉就是很难去形容。虽然是讲只是一个铜牌，但是毕竟是我们第一届的 Olympic， 讲老师也其实没有什么人会 expect 我们会拿到牌，所以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motivation 啊。可是有一道问题啊，是我整个 team 都很想要问的。就是哦，你们那一个奥运拿了铜牌回来了，但其实那个奥运的奖金有多少呢？不用怕的，你们可以讲出来，我们最多 beat 掉他不了。OK， 我们不要讲代言的部分啊，我们不要去讲其他广告的部分，我讲国家或者是奖励给的奖励，不算 salary 啊，应该有大概我将来应该哇。这个真的是不需要觉得害羞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这是你们应得的。
可是这个你们要避掉啊，避掉啊，一定避，不用怕。当然，一拿了牌过后呢，就当然那时候social media就爆了啦。OK， 接受很多访问，可是我们很累啊。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这种媒体啊，跟你们接受访问啊，算是明星化这种运动员的状况，你们会不会觉得负荷不来？会不会觉得哇很累啊？开始觉得累，会不会这个情况？如果不是这个 lockdown 的话，因为记者现在是进不来嘛。如果是正常的话，我觉得记者应该是每天都会来啊。因为之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练球啊。因为每次练完或者练到一半就被访问来说，还是有人拍照啊，觉得不舒服啦、啊、这样。现在觉得还好，因为当时刚回来是关人地嘛，是比较 free 一点，所以觉得还好。可是你们会 say no 吗？现在其实呢，我们对 interview 来讲呢，我们还是不会去 reject 的啦。好像我们需要练球，我们需要打比赛，是我们的工作。记者要访问我们，这个也是他们有时候需要交的工作。虽然是有时间排得很满，但是我们还是会去 accept 啦，这些 interview 我们不会去 reject 啦。我们聊了这样久啦，其实我发现我们访问花很长时间哦，就是我们真的很多问题要问。是，我很想说一个东西，是你们讲话可以不要这样快嘛，人家都还没有讲到东西。我问一下唯一一个 Aaron 啊，这个访问会不会是你们最压力的那一个？罗燕仔讲，会啊，会啊，会，我觉得会啊。你们两个人接受过最大压力的访问是哪一个？好像没有嘞。像你们接受过哪一个最无聊的访问？我这个也不能讲，我们可以 beat 的。有啊，没有啦，其实也没有啦。好，所以我们今天 OK 回归到我们的主题线。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要开箱你们第二个假的，就是你们现在在的这个 BAM 了。这样你们 ready 了没有？要带我们去逛一逛，因为听说蛮大的。可以，没有问题。哦，所以要带马小要走动。在这个我们在这个 area 也是要戴帽子啊，如果我们出去的话。对啊，没有问题啊。哎，讲真，这个开箱语种有人开过吗？其实，好像没有。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其中一个跟离子夹不好啊？啊？这么的？因为这么只有一个人有离子夹的，那是另外一个没有了。他没有给你啊？我们俩离子夹，你这样挑衅。我转后面的 camera 啊，可以啊，可以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 video room 啦，大致上就是床啊，然后会有这些脚车东西，有时候 for 那些 recovery 啊，这样子的咯。我想问一下，这个是 BAM 啊、自己请来的 physiotherapist 来帮你们的吗？有一些是 from MSN 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啊，对。所以每一天都有人在这里坐，就等着要来试。对对对，他们每天就好像做工的时间哦，早上八点到五点这样子。哇哦，哎，你也看到国家 invest 这么多东西，在这个资源 in 在这个里面已经看是很好了 ，very good 哎。OK， 来，我们再走到那里，我们看一下你们做。OK， 现在这个应该是最神圣的地方。啊？最神圣。OK，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 Hall of Fame。哇哦，这个是你那个学的，那这样摔的1950学的。OK， 这个是我们的以前我们可以讲我们的 ex senior 啦，王炳顺 All England Men Singer Champion 1950-55年。这个是Thomas Cup 前边1949年的时候。全部半个世纪前了，我跟你讲，这里的是从那边开始算。我想问一下你哦。以球是英国人设计的嘛？是英国人的 game 来的嘛？对不对？对对对，我们在1949年已经打赢英国人了、啊。这个问题我们不好答。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个问题，我不会，我问而已。OK OK OK， 我们继续看啊。好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系列了，还是拿过很多届 All England。哇，他厉害哦，他拿 tennis racket 去跟人家打哦，跟北冰洋人家来了。以前的羽球拍，以前的羽球拍几大个，你知道吗？几难哦。我们从五多年慢慢走过来啊，看看我有哪些我们认识的，应该有了。我最记得就是拉希奇蒂那一代的耶，或者是有攻击的人就会把它放在。耶，认识了。Razif Siddiq， 好了，那个 Razif 就是哥哥来的，他们的哥哥 Razif 最小。对，这个应该是暂时最后一届的 Thomas Cup。我跟你讲，其实这个是唯一的
舅啊，对对对，哎，啊，富国强那里，他隔壁是不是？对，对对，这个是富国强来的，富国强，加顺吉，对对对，呼，阿西，其他就不能阿西这个，啊，来西这里对，唯一的舅舅叫什么名字啊？苏明强，哦，苏明强记得，嗯 ，OK， 这个应该是你们认识啦，这个。谁咯？我有两个玩笑。Hafiz 啊，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钻石组合哦。Oh. OK， 这是我们的刘明，钟伟强他们，郭伟森。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大哥大豆。哇哦！Holy， 看他的。哇哦！你约过去到你们了，应该。李子嘉，厉害，来了咯。哦。这个、也是有颜色聊的，看到没有？这个、刚刚放上去吗？我看到你们了，哎呦，又是你们哦！哇，难怪要消费啦！你看，还有，你看，没看？哇，这么多 poster 在上面呢！哦 ，The New Malaysia， 这个是我们的 President， 对 ，Tan Sri。然后这个店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去 Olympic 的时候有士气耶，真的有士气。OK。OK， 现在我们要去的就是球场，但是球场好像有人。哎，好啊，可以进去看。OK 啊，我们先。哎，别别，你不讲话啊！你进到去的时候是我，你走去到前面，你看他会不会叫你行啊？看他去。你走过去，这个，你走过去是？你走过去站，然后你看他会不会讲话？你又带刀塞下巴，你问他。有你，你转那个镜头过去。啊，走过去。Hello， 哎，什么态度？叫到新的没有叫新的？哎、欸，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我们的教练，我们的教练。哇，教练你好，教练，sorry， 教练 ，sorry。OK， 哇，这个是女双了。哦，哎，这里有多少个场哦？你们？这里有18个。哎、欸，不要吝啬，可以进去看一下，我想看一下。哇，拖一下里面。你们几久没有打球啊？要过来打一下。哦哟，可以啊！你邀请我就来了。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国家的那个 facility 这样子是，你在那个绿色那里那个球场子，是不是特别的 material 来的？就是地板呢，其实是空的，它是空的地板，不是硬的地板，因为不会弄到我们的膝盖受伤。膝盖受伤。嗯，哇、wow, ，absorb 嘛，它是 absorb 那个。对。那个绿色那东西，那绿色那片那个场地。绿色那个就是我们场地的 carpet 咯 ，carpet。哎，可以定一下，你放你的脚进去踏一踏一下吗？啊，可以。还是，哎，重点没有穿鞋啊，喂，他穿拖鞋，我没有打球啊。哦、OK， 我找个场哦。换人来，手酸。是，我这边啊，来了，手累了。来，唯一 ，Come on， 听到你讲了。哎，这个蓝色是什么来的？哦，就是training跑步的。上次杨有带过我们跑步的这个。嗯，对。哎、嗯，你们一般上 training 的时间会多长？就是在这一个 training ground。一天大概六个钟样吧。六个小时哦。是我们 junior 小的。哎，看来没叫新。Hello。哎，没有叫新的啊？喂，什么意思？喂可是你们以前呢，有试过想会去跟前辈讨教吗？有想，小的时候就不会了。有想，可是也是怕那种，就是尊敬他们嘛，就是不敢。不会的，会有这种感觉啊。哦、嗯。好吧，我们走出去吧。他们两个在这里有点不自在，我觉得他们在球场的时候，对对对，也是一个可能是人家确定他不想打扰人。可能他们讲 Junior 看到他们会排血，其实他们看到 Junior 也会排血的样子在。这个是 lobby， 我们的 lobby 就是这边也是有那个照片。哇，你们的照片现在是整个 BM 里面都贴到满的，我这样讲哦。没有，而且他们也算是一个新的 generation 了啊。我觉得是不是咯 ？OK， 现在到底是 lobby， 对，哇 ，lobby， 这也是在里面我们的那个 gym 来的，哦、oh, ，gym room， 嗯 ，gym room， 前面有其他的朋友们，我们认识的吗？对对对，嗯，认识，有一个是我们的，蛮爽的，来过去跟我们打个招呼一下，我们杨毅，杨毅 ，Hello everybody， Hello， 叫新念，快点叫新念，这是我的新念，我操。哇哇哇哇哇！好大力！哎呀！哇！哎呦！这是在发泄喂！完了，男神 ！Hello，
Hello, Tommy， 喂 ，Tommy， 喂 ，Hello， 坐在这里了。他这里，他这里坐啊，还有 Chin Junior 吗？哎呦 ，Tommy，Tommy， 怎么又回来客串了啊？又回来客串了，是吧？哪里都看到你了 ，Tommy， 你强啊你！那天我跟他聊天，他跟我讲他这里面有 Chin Junior 们。Hello， 大家好。Hello， 你们好，你们好。这个是我们 Mix Double 的。Hello，Hello。哇，又帅哦，这个帅哦，帅哦，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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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来这么久都没有讲到帅哦，我讲了两秒。这还可以个地方，应该就是我们的 canteen 了嘛。但是哦 ，canteen 哦，我们要走楼梯上啊，不可以坐 lift， 怕断掉。没关系啊，可以啊。可是 PM 有多少层楼哦 ？PM 有七层楼。哇哦，包括 offices 啊。啊，对对对，一楼是我们的 official， 我们的 training hall 那些哦，然后二楼就是我们的 canteen 哦，三楼以上的都是我们的宿舍。哦，你们也是在 哦住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 ，OK？ 对对对，在旁边嘛，就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是 OK。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小贝。现在没有提车，现在没有车，因为还没有到吃饭时间。你们通常进来这里，哪一个是你们的专属位置？你们一定会去过去那边坐的。没有，其实就是哪里有位就坐哪里。哦，他们不会留一个位给 senior 的、啊？哇，是吗？是吗？没有这样子的。奥运铜牌耶，不要这样。不会来斟茶给你的吗？啊，今天喝水，要什么也给你拿。其实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这东西就是平等的，平等的。而且我也不相信完全平等。想当年达多难道也是这样吗？达多还是住家的啦，还是在家里的，还没有住这边的，因为毕竟还有 family 啊。哎，其实我们刚才这样逛啦，我们大概也了解到你们平时生活状态是怎样。可是在这间 BM 里面，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禁令的？谈恋爱可以吗？谈恋爱可以吗？喂，可以吗？谈恋爱。哎，我问你，我问你，谈恋爱可以的吗？我没有谈恋爱啊，我没有问你啊，我没有讲你没有谈恋爱，我问你可不可以谈恋爱？哦，好，他们好像紧张啊，紧张啊，他紧张啊，那边决定了，他们不能。players 不能在那边就是 dating 啦，没有，因为给我听起来很像讲你们的男选手不能跟女选手拍拖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在这个里面拍拖就可以。这个没有问题的。OK， 所以 OK， 接下来这个 moment 呢，我要考验一下你们的默契，我们会问一些问题，然后看看你们是不是都懂对方的一些东西。OK， 很简单的，来，我们先，你们两个在笑什么？你们现在是可以脱帽子、脱口罩的吗？如果可以脱就脱了吗？可以可以可以。OK， 不用帮那李子嘉的打广告。第一个我想知道的啊，唯一通常在赢球之后会喊什么东西来 psycho 自己 ？OK， 会喊哪一句话？那唯一也同时讲出那个答案啊！你们我们讲三二一，你们就要想出那个，你要做那个示范出来啊 ！OK 啊，三二一 ，Go！ 什么鬼？这样啊？对，我一样。他是指着对手啊，哎！哇哦，我这个挑衅哎，这个挑衅啊！所以他是那个每次中 Empire Warning。OK， 哎，我突然间很好奇，这个酷哎！我突然反正在好奇 Aaron 是什么。OK， 来，我们讲 Aaron 啊，来啊 ，Aaron 啊，赢进了球楼头，来来来来，三二。一 go， 耶！啊，别人转过去旁边，是啊。哦，他就是转身这样。哦 ，OK。来，第二道问题来。你们最遇过最伤心的一次比赛是哪一次 ？3, 2, 1，泰国。发生什么事来讲？什么事情？泰国什么事？泰国那个哇，不给 accept 啊！这是在泰国两年一样的球场，一样的比赛，一样的场地，一样的 court， 输给同一样的对手。对对对，是哪一组？哪一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比三第三第中国第三，应该是第三双还是第三第四双啊？应该。哎，人家现在新进来，不记得人家叫什么名字。你不要挑拨他们啊！这个过关，来，我们再来一题了。反正蛮好玩的。这个，如果今天唯一要换 partner 的话，他会想换谁？换谁？
这个很容易啦，我觉得。不、哦、啦，你觉得很容易啊？来，我们看一下你们猜的是不是一样啊 ？OK 啊 ，OK 啊。三、二、一 ，Go！ 直接啊！哎，对啊。我在想有两个，你的两个是谁？因为时常在全英一直板凳的，有一个是阿丁啊，阿丁。那为什么 Aaron 会觉得是子嘉？因为他们关系很好，很好朋友那种。啊，对对对，因为他们之前其实他小，他们 junior 的时候也是有板凳过的。我想问一下，学打单打比较难，还是学打双打比较难？我在问这个。双打，我觉得怎样都是双打比较难，因为双打毕竟要很多东西，你要。第一个就是跟 partner 的默契，第二个你们两个的想法，两个人的战术一定要一样，因为你打单打，其实你要讲打，你控制，你要讲杀，你要讲打高球，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拿到拿不到都是你自己。但是你打双打，你要有时候你打的东西，你要想到你的 partner。你可以帮我示范一下，如果你们两个是决定哦，你们今天要跟我们两个打啦，是你们没有机会啊，但是私下啦啊。你们私下讨论现在 internal 里面，假假我们不在是，我们怎样？你们怎样去讨论战术？我们要知道你们里面是怎样讨论战术的。三二一，开始，给你们一个 tip。我觉得如果我们面干的话，我们换左手干。左手干。哈哈哈哈哈。你掉啊！我们俩大这一点，我们给他移动掉，给他走完整个过就掉了。他们的 meeting 是想怎样用最弱的方式对我们，打久一点。来下一道问题 ，Jim。下一道问题就是，我们几时约打一场？可以，等。我觉得也是要等这个 COVID 完先啦、如果这个 COVID 完了啊，没有这个 COVID 啊，你们要来这边啊，要拍也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只去那里，我们有一个目标，拿到一分。因为他们上次跟篮球国手打哦，21-0，他们一分也是拿。哎，导演不要爆这种料了。3-3，我们是3-3，然后他们一分都拿不到。我看过那个。这样你要预设一下那个分数是多少吗？2分。OK， 我是你。因为其实我也是有看过你们那时候去拍格林的时候。他怎么打多分？不懂哎，其实也是没有帽可以打。好，这样我们就已经约定一人一定，反正 COVID 之后我们可以打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找你们打一场。啊，你们几时走啊？你们真的是飞的话，21号，还有10天吗？最后有10天。第一站是去 Finland 哦，21 Cup， 会有Thomas Cup， 然后 continue Denmark Open、France Open， 过后会有一点 break， 2个礼拜 for training 啦。第三个礼拜的那个我们还不懂能 qualify 没有。因为毕竟我们的分数线还没有到，所以我全边是12月嘛，对不对？12月，对，12月，对。所以一去的话，真的是从现在9月尾的话，一直去到12月的3个月的。所以希望呢，莱西亚要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双打，好不好？再说就一定要去 support 下，给我们精神上给点鼓励。OK， 加油！谢谢你们两位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真的是大开眼界。谢谢。10天后加油，拜拜！谢谢你们，拜拜。哇，今天很开心哎，导演你有开心吗？我只在想着那个又要去丢脸多一次那个21-0那个情况。我觉得难得啦，今天真的是开箱了我们的这个 BAM 语种。我觉得看到这一个 BAM 的设备，然后怎样去train 人，然后给一个鼓励让你做的话，是真的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这部分真的是有做得很棒啦。再一次谢谢马来西亚 BAM 的努力啦，我们希望接下来有更多更优秀不同啊，也希望有更多不同的运动的摄像也可以投资到这样子的资源给我们的未来的尖将们。是没错，如果你也想投资进去看无上英权的怎样对 Aaron 还有唯一打一场比赛的话， Come on 找我们。是，你看到吗？我们地方很多地方可以看叶佩啦，很多啊。然后我们呢，他们运动员只可以放一个的吗？是，我们的衣服可以放很多个了。这个好笑啊，放很多那个好笑，放全部放完。OK，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记得 like 和share 我们的影片。那期待我们更多影片的话，多多留意啦。